脱过去甜美可爱的小女孩形象。女星曾志乔在电视剧《碧曲女人》中饰演时代新女性郝胜男，在工作上积极求表现，和另一位女主角柯佳燕针锋相对，互抢第一。不过职场好强女碰到了爱情，却像是盲目的小白兔，这之间的变化乔乔演的是惟妙惟肖。郝胜男，为什么他说什么你都信，我说什么你都不信？我就是相信他，不相信你。我害怕我只要一放手，你就会离开我。随着悲剧女人剧情慢慢进入高潮，角色间的情感纠葛让入戏的观众也倍感揪心。曾志乔暗恋由怀秋扮演的江前耀学长多年，原本将这份情谊藏在心里，但怀秋主动示好，两人的互动越来越多，乔乔也逐渐陷入盲目的爱情之中。就算好友警告此男人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他依旧不听劝，气得许多网友在讨论区留言大骂：胜男鬼遮眼，乔乔快回来，这男人很危险的。